他的策略不对吗？或者他常常失言吗？如果这个是因素，但是其他部分难道不要看吗？我刚一开头就讲说，今天有没有一个候选，从他被提名开始，换注、退选的谣言跟流言不断，如果一个候选人是这样的话，请问他民调会高才有鬼嘞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，挖多深。